是这个。怎么了？说。心疼，我心疼爸爸，心疼，心疼。心疼，懂不起啊，爸爸。爸爸，你拿纸。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还是没有经验啊。对，没经验。爸爸，你啥体质啊？我先给你揉会儿肚子吧，好不好？来。不要你。躺这儿，躺这儿。热爆了。不会。热爆了。不会揉爆的，躺着。不要，我揉爆了，揉爆了。不会揉爆的，你等一下。你躺着。揉到了。不会，轻轻的揉，我给你讲故事。看来轻轻的，可能也不是，还是挺重的。这动物王国里面有一个最厉害的小偷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坏人。他是黄鼠狼。黄鼠狼和小浣熊，最厉害的是小浣熊。动物里面偷东西最厉害，小偷就是小浣熊。小浣熊经常到人类的家里面，进去偷一些东西。啥东西？方便面、干脆面。小浣熊最喜欢吃干脆面，所以就有了小浣熊干脆面。方便面。方便面。方便面他喜欢。方便面。方便面他喜欢吃吗？对，干脆面他最喜欢吃。那是我们烤的。